学生囡仔真有耐心，伫咧做美术。这是北门金茂国小伫咧暑假期间举办的夏令营课程之一，为着让学生伫咧暑假期间有搁较侪学习机会，学校拢会伫咧这两个月时间安排侪侪课程来重拾因的暑假生活。学生的学习是连贯性的哈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暑期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啊，学校能够安排更多元的课程啊，让学生暑假学习不中断。那除了在一般的领域课程以外，暑假我们着重在学生的多元兴趣的试探跟安排。这个参加的学生啊，也不限于本校的学生啊，哈。那我们希望，一样的经费能够照顾更多的学子，哦，让他的暑假里面，过得又充实又开心，啊，然后又可以学得一技之长。这个美术课程是老师经过设计，除了让囡仔发挥创意，也使激发因的想象力，更加重要的是让因变了更加有耐心。我这学期的暑假安排了很多元的艺术课程，让小朋友学习。然后在学习当中，小朋友是依他自己的兴趣去选择题材，然后我再一对一的去做指导。然后在学习当中，他们有很多的点子都不是我想象中该有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之间就师生教学相长这样子，我觉得达到我们要的目标。金茂国小周校长表示，感谢各民间团体的经费支持，那丰富了囡仔暑假的生活，让囡仔会使快乐成长。南投新闻台三八门彩虹报道。